就是借由节目，然后跟 Eric 告状。怎么了？就是刚刚呢，我们不是平常三个人的话都是这样坐一排，对。然后刚刚我的椅子就在那边，我就说为什么明明就三个人已经很少，感觉很可怜，还要把大家分这么开，排挤你。对，然后呢，然后小帅哥说。哦，那椅桌子要移耶，很麻烦。很麻烦呢。所以你刚刚移，你有发现你有超过十秒钟吗？对，摄影机很麻烦。你是摄影师，不然你一天到晚就只想坐在那边滑手机。不是，我都才五分钟来不及，对。哪里会？你哪里会来？我跟你讲，你就这样子就好了，你就这样子稍微移一下就好了。欸、好像哎、欸，这个感觉蛮像的。是不是？好像黄摄影机那种。我必须讲，这是学鸟屎啦，因为他有一次这样子有没有？你说你的长相学鸟屎是不是？你的眼镜学鸟屎，像真的有像吗？那你学鸟屎耍帅？人鸟屎耍帅哦。没有，你要是不用耍帅就很帅啊！真的吗？对，那选鸟屎扮丑，选鸟屎扮丑，你不用动就这样可以了。帮我解答。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就特别有默契呢？没有，因为我们观众很知道啊。哦，真的吗？是观众很知道这件事情啊。好啦，我知道，我坐在这边就是一个有爱观瞻的那个生物。你怎么会有爱观瞻？对啊，还好啦，不会啦。你们这时候奉承好像已经来不及了。怎么会？我们从你来的第一集到现在没有奉承过你。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啊。完全没有想好。我干嘛挖洞给自己跳？奇怪。对啊，是不是？啊！2016年第一集一定要这样子。哦，对哦，今天是2016年第一集。还是这么欢乐啊？是不是？你看脚本上面都这样写，我是不是很？脚本上面是2016年，请大家分享一下元旦去了哪里啊？在这边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讲。你讲。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分享电玩报报的文章的话，分享一下，因为我还没分享。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因为我刚刚就要分享了，可是因为我看到椅子歪了，我今天看到那个就是小编很早就发我们的那个预告、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录完影，然后在赶着开车过来的路上，然后就没有玩手机，哦、然后我就等一下到麦卡贝再分好，就一个跟大家闲聊，然后就忘记了，哦、对。因为你今天下午也有通告嘛？对呀、啊，就是因为有通告啊，所以就忘记了。他去通告的地方刚好是我上班的。你在未来上班哦？没有，未来那一栋。不是有他们有分出好几层出去给别的公司， oh, 所以我在其中一间公司这样。哦，所以有看到杰里？我有看到他经纪人啊。真的假的？我下去摸鱼的时候，我下去摸鱼的时候，哎、啊，有没有打个招呼？对啊，有没有打招呼、啊？没有，我有跟他打招呼，然后你那个时候在录音。哦，哎，我都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他没跟你讲、啊，没有没有啊，他觉得不重要就忘记。哎、欸，那我下次如果去提早去，就可以找你吃个饭。哦，真的吗？因为像上次我去六他们公司旁边录影，我也找他吃饭啊。哦，好棒哦。对，就是你们可以出来吃饭，我就会找你们吃饭、啊。对，可是内湖科技园区那边附近实在是没什么好吃。你那边不是很多餐厅吗？没有啊，你们对面不是就一个什么吃饭中心吗？对啊，你那边不就很多餐厅？我跟你讲，内湖科技园区，你要想科技新贵有没有、嗯？大家都吃很好。你是科技新贵吗？那不是你就不要破我的梗嘛、啊、我想说我被包含在里面、啊、有没有、啊、你跟你讲啊光是你的长相就不符合你刚才讲那句话、啊、其实我是在里面拖地扫地的这样子、嗯、你应该吃烧烤吃的不好的是他从我2015年看到他现在他一样这么瘦、欸、他永远都这么瘦他很瘦哎、欸、没有啊一定是因为他都不吃我们的便当他自己有吃、欸、他是真的他都是自己去买然后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帮我买他就说你又没有说你有吃你有问过我有一次你说手上拿汤面然后就说为什么不帮我买昨天不就帮你订的吗是隔天啊也就订那么一次，对，他也那么一次。可是我那时候我还蛮开心的，因为隔天我看到，然后就说，哎、欸，真的订了。他就说，对啊，你不是说想吃，然后就这样，真的好棒，然后就比威力还棒，真的眼泪都要掉了。那时候威力还没来，没有，那时候你还没来，不然我就会说你比较棒，好不好？那时候是阿廖，廖哥，阿廖，廖哥今天也会来，这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那么，我真的很久没加廖哥了，因为他之后都有上你们其他节目了。你都没有遇到，完全没遇到他。他离开之后到现在，他说他要把你们都干掉，成为最有实力、最帅的实况主。我没关系啊。你不想跟他竞争这一块，对不对？应该是最有笑料的实况组，不是最帅吧？最有笑料，最爱煮东西实况组。他刚刚在煮东西啊！他自己的粉丝团，我点了按赞，有没有？他真的有在煮东西耶！他有，他超级有的。我看哇，真的是心好男人。而且他有些文章都会让你摸不透他到底在干嘛，就是想不透啊！想不透他怎么会发这篇文章？我觉得能负责过麦卡贝节目脚本的人，应该都会这么突发奇想，真的是脑袋里面都不知道是在装什么。
你们这个礼拜是玩便当，然后下个礼拜不知道要玩什么。我没有玩啊。他们其实也是绞尽脑汁，对啊，是不是也是很辛苦？你看威力为了这一集把自己吃胖多五公斤，是不是？你要不要重计拿出来跟大家证明一下？一个2016年之后你又胖了，你又胖了，跨了个年又胖五公斤的概念。你变瘦了，是因为你穿黑色吧？那是视觉效果，那不是实际数字的效果。稍微变瘦，对。你那就是你大便大出来刚好一两公斤，好吧？哎、欸，能拉那么多出来两公斤、欸，便秘啊、欸？不一定啊，对啊。而且比如说我们跨年夜的时候就庆祝耶，然后吃火锅吃很多啊，吃完火锅然后去干嘛？隔天再狂欢啊，一直吃，然后你就很容易胖两公斤，然后你这随便一拉就没了。对，欸、可是我那天随便吃、欸，因为那天说实在要找到餐厅吃真的好难找。我那天跟朋友泡温泉，你那天跟真假的裸体在跨年夜裸体，我们还是有穿比基尼，有穿比基尼，对对对对。我们去找那种四人汤，我们四个朋友去找温泉泡，爆满，全部阳明山北投温泉店都爆满，真的假的？那时候六点而已，然后全部都要泡温泉。六点而已，这么早泡温泉哦？没有，越晚越多人。我们可是我们六点去就全部都爆满。你们应该要租那种订那种一天的那种汤屋。我们就只是想要泡一下，然后没想到就那么多人，可是还是有泡到，可是40分钟。哦，你排了那你排多久？我们找了五六家，我们就每一家进去问，然后都看去跑、嗯、而且我还要四人，因为四人要大一点，对啊，有时候他就只有两人，然后也找了一段时间，我们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一家，然后他还说、嗯、快进来，请他店家吗？因为人很多，然后他想要每个人赶快进去争取时间，不要在外面拖。哦，他想要赚钱、啊，然后让那个流动率高一点、啊，翻桌率快，快，那叫翻汤率，快拖。盯着你进到那个进去泡的时候，他就拖快一点啦。他就叫我快进去，快，然后好，赶紧进去。真的、哦？对。好，那你们泡完去哪里？泡完去我们去拍叶问。我看到你们在那边，然后拍那个影片，我有。然后你为什么脸要亮？哎、欸，你试试看，你是打得很累是不是？你试试看，他们一直这样子，然后你的姿势要正确，然后一直这样。你做蝴蝶袖，我最近没运动，有点瘦，可以顺便运动一下。真的吗？嗯，你要很用力，然后要很……我就感受到自己的那个风哎、欸，然后又一直打，然后哦好痛，会打到自己的手，然后又一直动，哎、欸，那个会很酸哎、欸欸，真的哎、欸，而且有一股气流哎、欸，这边会有点酸哎、欸，对啊，然后我们就打很用力，然后他们就。我有特别仔细看你的，你真的脸还蛮狰狞的。特别注意到他的脸，很用力。如果真的有一个草人在那边，那不就是哇要打出很大声音那样子？你可以当草人，你可以当，你不要我当草人，你可以当个木桩啊。然后你们来试打这样子。然后发出的声音，他用力啊，人家叶问明明就这样子很震惊的这样一副这样子，对啊，他就随便打，他是李西服啊，李西服啊，野西服啊，他是你中午吃西服，什么东西啊？你是说那个很有名的牛肉面吗？西服，泰国人西服啊，泰国人西服。我觉得香港人看到那你跨年呢？你跨年在干嘛？我跨年在搬电视。哦，对，你说你要搬家哦？没有，搬家是康妮啦。哦，哎，那是谁要？那你是要干嘛？我原本就是想说在家过就好了。嗯，然后结果因为有朋友要来家里玩，然后想说临时要来，所以说我就想说那。啊！可是我房间那个电视又已经坏掉很久不能看，所以我就想说赶快先把那个电视搬到楼下去。我的那个电视是很久以前那种 CRT， 就很大一台很深的那种，然后4:3的那一种正方形的那一种，放了10年，用了看了10年，今年才坏掉。可是我就一直放着没理它，又很重，因为40几寸，就大概比那一台再小一点点。哦，那真的很大哎，很大啊。然后我想说趁他们来之前先自己弄一弄，有没有整理好要等他们来。然后结果一个人一掰，咔嚓！我就想到你的脊椎，我整个拉到，你知道，我整个拉到，我就不行，可是又不能放下去，你知道，因为我已经把它从柜子里面拖出来，你就推回去啊。我想说不行啊，就因为我要推车放旁边，我就想说赶快，然后放下去，然后我这边我腰还好，我腰就隔天大概贴个布贴就好了，可是我这两边酸到现在。真的假的？那你没有暖身对不对？没有啊，我想说应该好，应该还好。以为自己还年轻嘛？我想说一台电视而已嘛，没什么大不了啊。哦，现在
手筋超重，你的心打开啊，痛吗？我痛了，就那个筋有没有？对啊，因为筋平常就会痛。哇，你们一定可以理解，如果你们有在做手部运动的话。很少，我很少做手部运动。好了，我们比较常做手部运动。OK。说什么啦？就健身房本来就会比较少接触到手了，女生都嘛是练核心、练咖撑啊。对啊，手很少会去练到。女生好像比较不会去举那个。比较少。那这个是练什么？啊，练后面啊，后面这个后面那个肩胛骨，就是把那个线条练出来。对啊，嗯，哎，我会去练这个，就是那个健身房不是有一个就是这样拉的，嗯，我会去做这个，因为它这个也有扩胸，而且做那个真的很痛苦。我以前好像有说过，就是我以前看健身房都是男生，因为一定是要练比较重，比你能吃的力还重一点，才会有线条才出来嘛，对啊，然后他们就。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这些人一定要带杀声，健身房很吵，是不是？健身房很吵，就大家会，所以问题就会知道为什么去健身房，他都要故意放那个有韵律的音乐啊，故意放很大，那就是要压过那些叫声。我也会，我到现在也会。现场很干，然后你就听到一堆在那边啊之类的，哦哦这样子，哦，他们没有这种，有点不一样，他们他们会有点低沉。他们最喜欢啊。他有女生娇喘吗？没有娇喘，像我也是属于啊，因为你在处理，你不可能这样。不可能嘛！一直拉，叫嘛，那人家不可能嘛！好性感，什么性感啊？我昨天开台的时候，然后我就玩，然后他们就说：“杰玲，你说好的2016气质女神的。”我说：“谁玩游戏会在那边？你都已经头被砍了，在那边讲，哼，人家是料呢，谁会？”我真的看过，我真的看过。很多女生，很多女生怎么会中枪？我真的看过，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因为我 follow 的都是像我的个性一样，就靠什么什么死掉啊！对面怎么样？暴怒型实况。对啊。我没有看过那种，哎，我死掉了，哼，他怎么杀我？真的有，把名讲出来。我们现在就看他的台。不行啊，不行啊。对。我相信聊天室一定很多人知道了。真的假的？哎，你们今天把勾破年这边，我们一个字都看不到，真的，我一个字都看不到他们在讲什么。社交不会把聊天室贴上去。我都看那边，全部。好小啊。对啊，我完全看不到他们在打什么哎、欸！勉勉强强啊，这样还可以啊。好啊，反正就是对啊，然后，所以现在健身房其实健身房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动态。你去的时候是有教练教你吗？去的时候有啊，就他们教练都会在旁边啊。然后你有的时候你练，然后看到你有点陌生台机器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要不要教你。可是因为我已经很熟悉被带过一圈了，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之类的。因为我自己是有跟朋友去试着。跑一次课程，就是因为他想吸收嘛，因为他想要赚业绩，他就说带我去，你去一次看看免费的体验课程。然后那个教练就是那种很壮，然后穿那种很短的细的那种背心，哦，吊嘎，然后晒得黝黑，我都不知道他是进去烤箱里面直接烤还是怎么样。漂亮。然后他一看到我就笑得很开心，然后我就被他那个白色牙齿闪到，哦，然后发现好阳光的教练哦，然后他就说啊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就不讲我本名了，我叫卢比。然后他说啊，卢比，好厉害，来，你放轻松，今天的课程很简单。然后一上去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躺着的那种，拿那个。他说你在电视上面看到人家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很帅？我说对，他们蛮帅。来，你去说说看，你也会做得很帅。我就在那边。老半天起不来，他说啊好，要不然我帮你再拿一个下来，超久了，你知道吗？他觉得你 OK， 对啊，他觉得我 OK， 然后我他就说来，我示范一次给你看，没有那么，等一下有一个施力的那个什么方向啊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喂，然后砰，好大声！喂喂，你喂啊喂我喂了之后就开始跳骨盆舞，喂啊喂喂啊喂啊喂，不是啊，就很顺啊，他们有练过不一样，他们有练不一样啊，对啊。去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看到那个教练，因为我也没去了。你就害怕了吗？我吓到了啊，因为我那一天回去也是全身酸痛。哦，全身酸痛是一定会的，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出现一些线条之后，你就会开始爱上健身。这倒是真的。
对啊，真的。我这辈子身上只有那个肚子挤出来的那个皱纹，没有其他的肌肉线条。几条了？我大概两条了，第三条快要出生了。OK OK， 已经在酝酿了，有没有？好啊，大家就是2016年一样健健康康的，有空多运动啊。真的，冬只是冬天真的很难啦。我终于有点中枪感。哎呀，好了，马上来进入一下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刺客教条》推出了真人版电影，我们来看一下字卡介绍。它呢是改编跟《刺客教条》系列真人版的电影，叫做它是电影片。然后帝国杂志独家于该网站上面释出最新电影剧照，就像右图那样子哈。然后呢，麦克法斯宾达他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将会由游戏版的基础设定相似。然后呢，生于现代的主角将会回溯到他15世纪祖先在西班牙所历经的史诗级冒险。我们来看一下，有影片吗？没有影片啊，只有图片，是不是？哦。可是我刚刚看他图片，我没有刺客教条的感觉。那个剧照啊，因为一般来讲，刺客教条那个主角不是都会戴一个斗篷的。我们可以再看一次刚刚的照片吗？对不起 ，Rim。你刚刚专心念，对啊，看到对不对？哦。对啊，他那个就很像，他很像罗马战场，他很像罗马帝国的故事，对，然后在战争上面啊，干嘛之类的。那应该是追溯到刺客教条第一代了。就是他最最原本的那个，因为他那个游戏的那个代数是随着那个时代这样演进过来，然后到最新的一代已经是接近英国大概18世纪的时候了吧，所以他第一代追溯回去大概就是15、16世纪的时候，就是穿的那样。说因为他拍很多集啊，然后也是慢慢演进起来。当然啦，我觉得像这种改编的游戏，其实都很有实力改编成像魔戒那样子有好几部曲这样子，但是就要看说他改编之后的剧本够不够吸。尤其是玩家们一定会很想要去看，然后玩家的通常他们去看大部分都会有一些失落感，因为差期待很高，对，期待太高了。对啊，像Cindy有没有什么期待很高就看得很失望的？我没有对什么有期待哦，真的吗？对啊，都不期待，不上。我那时候变形金刚要推出的时候我超期待的，可变形金刚很好看啊。可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那个大黄蜂，我喜欢他在最新的这一集大黄蜂的戏份很少。你说第四集变形金刚只有一个二是第四集吗？最新是第四集吗？对，最新是第四集，很好，一最好看，好看啊。可是你就会希望你的主角是非常多的画面，然后他在最新的这一集就是画面很少，就会让我觉得啊，对啊，就让我觉得我是他的粉丝嘛，就是他出现那我就觉得难过这样。我真的变形金刚真的是从一好看，慢慢后面就减少观看次数。好像很多电影都是一最好看。对啊，有人最用心拍。有续集是很好看的吗？我不知道。夺魂剧？夺魂剧没有续集啊，它就是每一集都有自己的连续性的故事啊。我是觉得魔戒3部都还算不错，就是都还 OK。啊，魔戒我看到三，我真的是屁股烂掉，因为它是片长的太久了。那个片长太久了，可是对于我们那种喜欢那个背景，因为那个就有点投射我们以前玩天堂的那种感觉啊。我想起来，黑暗骑士3部曲最好看。哦，对，就蝙蝠侠，哎，那蝙蝠侠的话，就是那是因为那个黑暗骑士就是第2部曲最红，然后我看完了之后觉得哇好棒哦，我再回去看第一集，发现他第一集也拍得不错，然后第3集就稍微好像还好。《饥饿游戏》第一集跟第二集我觉得很好看，到了第3集我不知道他在演什么，我觉得他跑掉那个，就我就觉得他跑掉。他第3集是不是又分上下？好像是，对，最近上的是下嘛，对不对？应该是吧，就最后一集了吧？下嘛，就是什么幻梦？不是幻梦，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有点忘记。自由幻梦。哦，对，自由幻梦，对，对啊，我到了第3集，我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其实第一集就已经那个剧情，其实就已经跑得蛮快。我觉得剧情第一集后面就等于是爆炸性发展，你没有仔细。你就会这样傻眼。对啊。那个真的要细心品尝啊，就是你有机会，你可能要看个第2轮、第3轮。没有错的，好不好？再来第二个，这个是。太空战士，对，太空战士，这是9，将在近日推出智慧型手机跟 PC 版，我们来看一下它释出的影片吧。So no chica
其实他这一代是事隔十几年之后，就是从来都没有在复刻或移植，然后在12月31号的时候放出这个消息，所以是事隔十几年的那个。你是他的那个吗？旧玩家？其实太空战士系列我都没有玩过，你没有玩？因为他最红那个时候，我刚好都没有办法有拥有手机哦，因为他都是从 PS 上面开始出的嘛，或者是好像超人吧。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因为我都被家里的人压着念书，就只能看看。我那个时候还要去看人家的攻略本，就是我明明没在玩，但是我还是拿。我又一直很对这个系列很憧憬。然后结果到了现在有能力去玩游戏的时候，发现怎么都要等他的复刻版这样子，就是所以他这个我就蛮期待的。但是他是说他有把部分的画质提升啊，然后还有做一些什么后置处理之类的，它就比较不像之前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太空战士骑士说整个重做，它是把原本的画面稍微做一点提升，然后内容不做更动，直接上来。对，他说画面部分将提升成 3D 绘图，对啊，反正就是一定是更好啦，不会更坏。画其实 2D 转 3D 其实要看个人。真的、哦，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是。有些有对。现在这一句话真的是很流行耶，超万用的。现在味道会跑掉，感觉就不对啊。对啊，因为像我们这种老派玩家，就会觉得二 D 有二 D 的风味在啊。我觉得是一种怀念，对对，一种味道，真的是一种味道。真的是一种味道。那应该就是说，你会把这种这么老的游戏再拿出来重出，就是要让这些老玩家，就等于是卖情怀啦，就是让这些老玩家再去重温那个时候的感觉。那新的玩家可能会就会觉得说，这个画面他觉得跟现在的怎么差那么多，这样子，他可能就他的感触就不会那么深，就不太能。我昨天玩 Undertale 的时候，他不是那个八派像素画面嘛，8bit 8派随便的，8bit 像素画面，然后就好多那个路人进来看，然后就说哦这款游戏好久，这款游戏什么看出我年纪，可是他明明是去年9月才出的大作。很新啊！我觉得是因为画面的关系，让人家会有那种误以为。对啊，其实这阵子出的游戏都故意走那种复古风啊。可是现在游戏很多，可是现在很多人就不习惯，然后就说画质不是他们看到的3D 很接近真实，他们就觉得这个游戏烂。我觉得他们这观念好奇怪哦。对啊，你们不可以因为那个 Sandy 一直有那个高平山的头发，就觉得他卖槟榔，他还是长得很漂亮啊。对，你们不可以这样。高平山这件事情被你讲多久了？那天我在刷 Facebook 嘛，然后就看到你发文说你去弄造型什么，然后就这样看照片，然后我朋友在旁边，我在跟我朋友吃饭，我这样，我真的觉得身体长得很漂亮，可是为什么他一直梳成就是半平山的头发？我先讲，因为我刘海很自然卷，然后我大长分就会长这样啊。对啊，因为你往旁边勾啊。对啊，因为我有自然卷啊，你看整个超卷。其实看不出来，因为你头发你不讲，你头发稍微厚一点就。我是卷在里面。哈，我是自然卷卷在里面。哦，是哦。对啊。什么是自然卷卷在里面？对不起，我不知道。记得自然卷还有很多种。对啊，不是都是枕头就是自然卷吗？是卷在里面，我刘海这样我不知道怎么给你看呢，就拉几支出来，其他都是卷的。可是卷的就在你内层，可是外面完就直的。那你都不用烫玉米须，因为你头发就自动蓬。我跟你讲真的，那个太卷了。因为很多人啊，像我的头很扁，我的后面超扁，就是你看可以放饮料这样子。好猛哦，好厉害哦，很扁，这是一种特技。我的后脑勺很扁，然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去做造型的时候，就是去录影啊，我觉得说，可以帮我后面夹玉米须吗？因为这样就是看不出来头发很后面，那我的后脑勺超扁的，就有蓬松感。对啊，有夹的，现在是没有夹的，很扁，有没有？对啊，就从侧面看是扁的，可是像从你看镜头这样，有没有侧面看？这样是平的，是比较平一点。对啊，所以像你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去给他夹玉米须？可是我都卷刘海啊。他好奇怪哦，他会只卷刘海。因为我听说过自然卷，就是有各式各样卷。对啊，我是卷刘海里面。好吧，超刁钻。而且重点是自然卷还不是那种，就是你以为你小时候没有，就长大不会有。可是有的时候，因为你体质变化，会还长大之后还是会有自然卷哦。因为我国中以前头发超直，每个人看到我都以为我有去烫离子烫。离子烫，以前流行。对，然后都说我没有，然后一直到长大，然后我那个设计师已经跟我们已经在一起，就是他帮我弄头发弄了6年了。他就发现，我以前的头发跟现在不太一样，就是有的真的像你说会有卷啊什么的，可是会跟你长期染发有关系？
跟男方有关系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可是你保护的人好就没差啊，我不知道保养好就没差、啊。通常像你们这种长男，应该会比较重保养。是。对啊，要不然那个很容易就受损了。受损就拍拍料料啊，请叫你拍料料。那做艺人好辛苦哎、欸。那没有啦，是女生都很辛苦。再来马上来看一下《火影忍者》痛风没有啦，《疾风传》终极风暴四的 PS 和 Xbox One 的游戏即将在2月4号发售了，马上来看一下影片。哦ちょっち耳貸せ。なるほど。お前本気か。おい。お色気。逆ハーレムの術。いや。子猫ちゃん。可是刚刚怎么会有他们三个那样子的剧情啊？对啊，就是有点可爱。其实下面就是有安排一些捏他在里面啊。我就觉得还蛮，可是我觉得最近火影好多东西好出来。对啊，因为自从他 ending 之后，大家就觉得什么 ending 的，就对他的期待性很高。他直接又出他们的那个小朋友。啊，就是那个他们的鸣人跟。他叫什么、啊、什么人啊？雏田的儿子叫他叫什么人？木牛人，木牛人，木不是牛啦，木牛人，木牛人，木牛人生出来是一只牛那种，木牛人。对啊，反正他们最近好多东西跑出来了，就剧场版就上了，然后因为这些都是经过原作那个作者岸本齐史他去规划的、嗯，所以说就还有保持住火影的那个风味在这样。是的，算好了。对啊，而且这个游戏说实在的，我很在国中的时候吧就玩过二、嗯，真的假的？二代，那个时候就跑去打斗了嘛？对，就那个时候就跑去那个以前电玩店都开得很隐秘。啊、对对对，可是他是在卖什么游戏网卡，他以前已经那个时候已经不能摆八代，就是不能摆大台，他就改成摆 PS2， 然后那种投十块可以玩几分钟这样。PS2 怎么投钱？他就是把它弄在那个箱子里面啊，有点像那个网咖、有那种投十块，他自己类似改到了那种东西有没有？然后就十块，然后玩十分钟这样。可是我想知道，其实他是有点像大乱斗。它比较接近像是格斗型动作。对啊，它一直都是格斗型。对，它这一个系列都是，就是不管从《疾风传》这个名字还没开始挂，就有一二三，然后挂了《疾风传》之后，《疾风传》不是《疾风传》，《疾风传》啊，再出到《终极风暴四》这样。因为像我对于这种游戏，我觉得真的还好，就是一直打来打去，真的就只是跟家人朋友同乐。对啊，因为尤其玩这种游戏，我特别容易去就是看医生。因为我手就会起水泡，你就一直啊，狂按，有没有？对啊，可是它其实它设计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让你只要操纵一下方向键，然后再按一些，对啊，一些连击，你就可以把螺旋丸叫出来，你就可以把雷切叫出来，就很像就是大乱斗啊，就是大乱斗，对啊。还不错，只是他没有其他作品，就什么都是那个。对，然后里面就其实火影忍者的角色也够多，超多的。他说包括死的也可以用，对不对？死掉那些都可以用。对啊，因为他我们漫画进行本传进行到后面就是什么忍界大战，把那些死掉的人全部都从坟墓里挖出来。所以说那表示说哇，那我游戏也可以把这些人全部都做一个出来。嗯哼，那角色就大概80几个吧。玩不完没办法啊，就是你总不可能就是那些后来的角色，因为一定会有些人喜欢以前的角色，对、所以他只好全部释出喽。是的，再来呢就是上一个礼拜二呢，杰林去海贼王动画15周年的记者会影片来看一下。哇。
界のもの熱に浮かされ怪獣を取るのさ誇りかぶってた宝の地図も確かめたのなら伝説じゃない個人的な嵐は誰かのバイオリズム对啊，既然 Panda 都已经这样子，我也没办法讲什么。哎、欸， Panda 放那个字，好像火很大一样，太多了啦，不要催我，不要催我， Eric 都看清楚哦。我在特效里面感受他的怒火。对，我的动作已经够多，不要再烦我了， Eric。有够血汗的啦。好期待呀、啊！真的，哎、欸，什么时候会播啊？不知道是。他还没做，还没做好。所以是真的，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我怕我现在讲完，他就是感染到啥？他两天拿刀捅你一刀，所以先不用打包票，先不要讲。好好好，那个 deadline 还 deadline 还没给他，好吧 ？deadline 电玩首播，电玩抱抱首播，那就是各位就是再等一个礼拜了，好、啊，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讨论一下为什么会那么圆？啊，对啊，我这胸部看起来好圆哦，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因为那套衣服真的，当初我去定妆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我说我该不会真的穿跟蕾贝卡呀？蕾贝卡是夹，还是三角？对，然后说不会不会，你的会是包很紧的这样。你们刚才看，请问我包很紧？哪里包紧了？你没有很紧，披风很紧啊，披风。虽然说还是比那个蕾贝卡多，可是重点是他没有办法，他是一个他好像快把你快跟你胸部分离的感觉。对，因为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然后他很薄，然后他也不能，我也不能贴 new bra， 他很薄。为什么不能贴 new bra？ 因为我贴 new bra， 他会喷，他中间不是有一条线很细嘛，他会露出来。那因为我们的厂商希望他是没有的，因为就是忠于原作是没有贴 new bra， 所以我没有贴，我连胸贴都没有贴，所以其实那一天我非常紧张，所以我在后面是打一个死，很怕走光，我打死。结，然后上面也打死结，所以打死结的时候，所以他才会这么压胸。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胸部看起来超圆的，对啊，是超圆，莫名的效果，莫名的超圆、嗯。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因为你的报道，这一个报道刚好把他隔天首页就放上去，有啊。然后那个贴图就是你在那边，就是我这样。对，然后我就看下面很多留言说被胸部骗进了，我都不好意思讲。我心里想说，哎、欸，你们这些人不要这样子好不好？真的是很奇怪。然后就很多人说什么。根本就没有忠于原作啊！衣服穿太多了吧？那比基尼根本不是三角才对，怎么？我心想说你们穿呢、啊？你们穿吧。其他肤色会忠于原作好吗？对，有些肤色会直接三角。因为我的材料没有这么好，我跟你讲，所以大家见谅。那个巴哈利上面那个留言真的不要跟他认真了，你跟他认真的那肝火都会起来。不会、啊，因为我看到至少一半的大们有帮我讲话，我觉得很谢谢他们，因为他们来说不可能那个腰这么细，然后胸部这么大，太少了。因为尾田画到后面，每个女角都是这样子、啊。对啊，都是这样子啊。就讲哇，这么大，然后就他是不是都懒得画，就随便这样撇一个人哦，然后那就这么大腰哦，就这样子。就这样。我觉得他应该做到最后，他就直接做一印章，有没有？是做这个形状。然后直接每一个啊、哦，要画女生的，是不是？砰，给他盖下去。对啊，有啦，有机会，我觉得我可以变成那样，就先肋骨先打掉六根。先拿掉三根，左边三根，右边三根，对嘛？就变超细嘛。那这时候超细，胸部自然就会看起来超大嘛，好不好？不要这么变态好吗？不会好吗？我不会，我不能当胃的蕾贝卡吗？胃蕾贝卡，胃蕾贝卡，对吗？我们下次凑一团当胃海贼团吗？好啊。那我觉得什么角色会适合我？你就是香吉士啊！不要吧，
味香吉士，我说味香吉士，味假的香吉士，对啊，假香吉士、啊。那我要当味罗宾，你就是味罗宾了啊。你的气质倒是跟罗宾还蛮合的。对他跟我的话，大概要去把那个头发染了，染。没有，就戴假发就好啦。对啊，然后那个胡子要弄一下，那香吉士还有胡子？香吉士是这个啊？哦，他是那个画眉，画眉，哦，对对对，他是卷卷的，卷卷的一个卷卷的上去。那穿个西装，他那个嘴唇要厚一点。对啊，为什么没有、啊？因为是味香吉士、啊，味香吉士啊，对啊，對啊要有手脚的效果就对了。然后他就是味索隆啊。威力半索隆，你真的还是假的？魏索隆，魏索隆其实真的蛮丑的。哦，对对啊，就是你们封神无双才来。然后，然后魏乔巴其实也很丑，乔巴真的很丑，魏的乔巴真的很丑。大家其实都真的超丑，没有一个漂亮的，魏真的够丑。而且找角色的那个挑选标准就是不能长太帅，对，而且最好我觉得当魏的最好，因为那天可以吃三个便当。这样才符合啊，因为他们都超圆的、啊，他们都超矮的、啊，先来三个便当压压惊。对啊，先来三个，我真的超职业的，职业有专业的感觉，所以要。好想才不要嘞！好了，再来，马上看一下马里奥的无障碍宣导影片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他这个影片是作者的心声，你就是要宣、哦、就是要宣导无障碍空间的重要性啊。对啊，他就是他说他是在18岁的时候因为滑雪的意外，然后到现在他已经过了11年的轮椅生活，然后他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实就是无障碍设施的重要性。其实台湾在这一块还需要再加强，还是有很多什么就是只有楼梯然后没有任何可以上去的地方，对，没有那个斜坡。嗯，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台湾骑机车的人比较多，然后久了大家都停骑楼，有没有那个其实对于那个以轮椅代行的人会非常，连走路都很难走，在那边闪来闪去。对啊，对啊，你看你要是去南洋街，要是那个补习班那个上下课那个时候，你们人都难走了，更何况是那些不良于行的人。而且尤其是他们停了一整排在那个人行道上面，有的时候你只是要去，比如说这个店家买东西，你们找不到缝，你知道吗？因为你要进去嘛，你可能要往前走50公尺才有一个那个巷弄，然后可以这样走进去。对啊，那你就要在那边机车，然后那边这样。硬过去，因为我很生气，我觉得为什么我明明可以走路，他在那挡我，我就这样硬过去。可是有的时候他们硬過去没有，他们机车很强势，他们都超紧密的，你知道吗？我就踩他脚踏垫啊。可是如果你穿裙子怎么办？我很少穿裙子，没关系。哦，好吧，因为有时候工作我就会穿裙子。对啊，因为那个已经贴紧到说，可能他车刚停好，有没有？你还想办法从中间过去，然后脚边那个。本来就是我们看到没有？很危险。对啊，我就觉得你好歹你也留个出入口给人家嘛。对，真的是要留出入口给大家。有的人就是自己方便，然后顾了就停了。真的，真的，真的。我是宁愿去找那种收费的比较好停啊，对不对？好，一天，因为现在摩托车在台北市一次也是收20块而已，其实还好。
二十块一整天吗？对啊，一整天。哦，那 OK 啦，算很便宜。哎、欸，算小时的，要到那种非常非常就是那种高黄金地段才会有那种算小时的。哦、嗯啊。就比如说百货公司楼下之类的那种才会。所以这边就是希望大家，因为我自己去过，我们都有去过日本，你就会知道说他那个地方都有设计的。对他们连那个地上那个指引那个砖，他们都有做得很好。嗯、像我们有时候还做到一半，嗯、所以有些残障做到一半真的他做到一半，比如说应该要上去什么，他就突然没了。然后那些引导他们，比如说他可能是盲人，他知道那个是引导他们的那个道路，哎、嗯欸，引导一半就不见，他们要怎么办啊？我就觉得在台湾生存的那个看不见的人真的是很辛苦。对啊、嗯、然后也不是说每个路段，就像内科那边，因为它设施比较好，所以那边的行人走的那个都会有鸟叫。可是台北市可能还有一部分都还没有，就是那种、嗯、红灯绿灯不是会有鸟叫。然后我、啊、然后它上面那个说明写的有够小，他说鸟叫是什么什么，然后比较急速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嗯，其实说实在我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可是他们听得出来啊。对，他们知道哪里有鸟叫，好像市政府那边有而已。其实蛮多地方都有的，但不是大部分地方，没有普，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对对对，比较人潮比较多的地方是会有的。嗯、然后也要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看到这些人，你就伸出你的援手帮忙。其实就是你有公德心最重要了、啊，就是看到的时候顺手一把。对啊，就是你就是让他牵着，然后你。跟着他一起过马路很 OK。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捷运上遇过人，我第一次我也不懂，因为盲人、嗯，那我不晓得他们习惯，其实就是请他搭一个肩，对，叫搭。啊，我就勾他的手，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说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他说他要去什么什么月台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要这样子嘛，我请他这样，我就这样勾了他。后来去看人家那种宣导才知道，哦，不可以这样子，有点我不好意思，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都是大部分都是搭肩、啊嗯，对啊。然后像小时候我看到那个导盲犬，我也觉得好可爱，什么会想要去玩它。长大就是哦，这不行，对，因为他在工作当中，对，这也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有在宣导。对啊，对啊，才会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人家说啊，如果你看到导盲犬，请你不要去跟他玩啊，嗯、还是去让他分心，因为他正在工作当中。我在学院上遇过两次在训练社会化导盲犬，或者乖乖的窝在底下，对，他们都窝在底下，对，真的，大家不要再有遇到的时候不要去或者吓他们什么，因为他可能当下，比如说他突然一个冲动要用跑，盲人就会跟着跌倒。对啊，对，所以大家就是多多帮忙。没错，但是也希望店家看到导盲犬还是可以愿意让他们进去。对，导盲犬不要再把他们赶出来。我感受到你们的怒气开始传过来了。导盲犬很超过，他就坐在那边，他也不会怎样，为什么他不能进去啊？对啊，为什么？你多一点你的心，你知道你的好心，你的店就会多一点人潮。那如果你把狗赶出去的话，你这辈子也不要开什么店。我还有遇过狗不狗，然后还就是什么强制要带尿布，可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多的就是不给进去，就是不给进，我们不给狗进来啊，不行，狗不行。对啊，我就觉得，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宠物餐厅，他就说他是宠物餐厅，可是他公狗强制要带尿布，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我没有，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我问你，我想知道原因。他们说因为公狗会抬脚尿尿，所以一定要强制带尿布，然后你要买那一片尿布来带。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觉得奇怪，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今天他提供给我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但如果我是到了现场，比如我提前去定位，然后他也没有讲到我现场，他也跟我讲，然后我还要自己付钱，我就会有点不开心。我觉得说你没有讲，我就是遇到这样，就是事先没跟你讲那样。对，然后说狗狗是男生吗？我说对，哦，那要买一个尿片哦，然后要帮他包，然后我就直接走过去，我就说那不好意思，我不吃，我就走过去。嗯，因为感觉很差啊。对啦。就是对啊，你都已经沟通，对啊，我觉得这是彼此啊，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了。喜欢，有些人不能，也不能说。我们今天的结论都是有一些怎么样可以，有一些因为你也不能怪餐厅就是不对嘛，因为他们开，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规则，你不能去改变人家规则，那你不能改，那我看我能不能接受，我可以接受我就改，哦，不能接受我就换一家，就是这样子。嗯对，大家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不然你两个人要杠起来。所以一开始我是吓到你，就怪怪的，所以问你们的意见。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那种，就是觉得没关系吧，我再擦就好了啦、啊。因为我觉得然后我就被人当成 OK。不会啊，不然你就换一家，我觉得你还好。我就直接换一家了，换一家。对啊，换一家。好啦，本来我们要玩那个变身游戏的，结果因为我们太爱聊天了，又过了，一个不小心又聊爆炸。本来是说杰林，等一下直接 Q 变身，然后我们要聊导盲犬，杰林，等一下直接去做广告吗？哈哈哈哈哈，顺便要变
没有办法玩那个变身的，等一下看最后有没有机会，那个时间还跟我们再来玩。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等一下是我们的便当生死斗，我们要来淘汰我们最讨厌的便当了，不要让他在2016年再出现在电玩爆爆的便当间里面好吗？我觉得挑又留下来的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挑留下来的吧，可能做一家，会不会？但我们这样三年，最后做一家。到最后那个麦卡贝，2016年永远都只有一个便当。没有，后来便当店听到只要是麦卡贝就挂电话。啊，麦卡贝哦，好哟，还不能就不要说是麦卡贝哦，我们是麦当劳。好，麦当劳，我们是麦当劳订便当，有没有搞错啊？他改另外一个，我们是随身游戏，麦给啊，赶快拿。我有在看你们实况啊，我有在看电玩报报啊，我都知道啦。我有查过你们公司啊。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便当评审的那个一个赛制，没错，好不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等一下马上回来。